每个人都有他的少男少女时代，青春、热血、暗恋、失恋，过程不一定美好，但是这些过程或许会成为追求梦想的原动力。查甫囡仔，你学什么美化嘞？去读册，去读册，去。从小看着客人披头散发的走进家里，光鲜亮丽的离开，我真的觉得妈妈好厉害。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魔法。小慧，小慧，对对啊，我在赶时间呢。心怡，你来啊，遐真济。哎，我迄个唔较少年呢。我弹高跷。嗯。好的。谢谢啦，很漂亮。但是爸爸希望我念高中，然后考上一流大学。哇塞，超正的。小女生，喂，西。陈老师，要叫浩伟来。你敢知影你囝做什么好代志？伊第一志愿甲我填超女中美容科，啊，真正是气死我！囡仔有家己的想法，你就会试看卖的。学弟早安，欢迎成为超女中的一份子。代表着超女星生命128年来第一次的半颗星。哦，上课了。怎样的男生啊？我喜欢有音乐才华的、啊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是我就站在你身边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Why does Tanglong Girls High School require
two boys. So let's just work and provide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gender education. 学姐，我喜欢你很久。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气息，却还要故意装作毫不在意。执着于自己的兴趣，现在的我拥有了魔法，但心中仍忘不了当年的那个女孩。但也因为那个女孩，我认识了各科的好朋友，现在他们成了我结婚典礼的好帮手。嗯，浩伟将如何 ？Perfect。三位同学看这里哦，1、2、3。哎，你们后来怎么在一起的？